EVB Super Channel。TVB Super Channel。8月9号，现在是晚上8:45，我走在的位置是士力棒球场。我现在正在看兄弟队跟同一支队的比赛，虽然目前兄弟队有一点点落后，但是身为儿子的爸爸，我不得不站在兄弟队这个立场上替兄弟队加油。我想兄弟队的球迷应该是最多的吧。不管怎样，我想在台湾所有的对职棒加油，让我常常觉得有一点点像对政治的狂热。基本上对颜色的选择，就像对在政治上对颜色的选择是一样的。在台湾，我想职棒它夹杂着某种特殊的情绪，在这种情绪里面看球起来，它有时候夹杂着某些非常特殊的意识形态。我一直觉得，如果台湾对政治的狂热能够转换成对职棒这样欢乐的狂热的话，整个台湾非常健康而且快乐的。加油！虽然那天我们大家都喊得很用力，虽然那天身边左右每一只写的甚至的旗那个扇子都扇得非常用力，可是那天的比数是15-1，兄弟队败。在台湾我想很多人喜欢看棒球，我有个朋友特别喜欢看，他下班第一件事情不是回家，而是往棒球场跑。我就问他说，你那种棒球是哪一种东西让你觉得很有魅力？他想了半天跟我讲说，当球棒打击到球那个声音当或是哐那些声音的时候，有点像心脏的抒情器电击，把一个人从腿位的状况之下这样给救起来。我当然觉得自己觉得没有那么严重啊。我记得自己在国外看过几次球赛，特别印象最深的是在加拿大蒙特罗看，我觉得他们把整个看球赛的过程看球赛的那种过程当作一种游戏。当一个人冷下来的时候，甚至那在电动看板上都会发明很多游戏让观众玩，让自己观众玩。比如说赌说现在球场有几个人，出现5个数字，然后慢慢下掉下掉下掉一个。你可以跟你朋友赌一只热狗或赌什么东西，他甚至会跟要求观众说，现在请你闹一下 ，make noise， 所以人们弄椅子弄得很大声，这样很开心的，像一个节庆这边那种感觉，就礼拜天大家去凑凑热闹这样。可是台湾。我去过几次球场，当然通常是陪儿子去的。第一次去是发觉那个地方实在太热了，而且非常脏，感觉不太舒服。第二次去是坐错地方了，我儿子是兄弟迷，我们就坐到卫权队去，我儿子偏偏戴一张兄弟的帽子，那就很惨了。背后一直传来声音，叛徒、匪谍，哦，然后兄弟队得分了，我儿子一站起来就马上面露惊恐，马上坐下来，因为所有人都在看他。那次的经验也蛮奇怪的。那天为什么到棒球场去？为什么会坐在兄弟的位置上？我想，除了儿子是棒球迷，我不得不往那边坐，以免回来这个父子关系，有一点破坏之外，我想最主要是因为，我想兄弟队的球员，因为被绑架或是怎样子，让他们士气非常低沉，所以连输了非常多场，或者比数都非常差。我常常感觉是这样，就是说。其实球是赢的，胜败基本上是一个球队的一个正常现象。如果一个球队一直赢，好像也没什么好看嘛，一定要输输赢赢才好看嘛。只是输成那样子，又不是技术上的问题，而是情绪上的问题的时候，觉得不太公平。为什么？因为基本上棒球比赛是一种非常快乐而健康的东西，所以自己跑到那边去，多多少少有一种感觉，是希望兄弟队不管在正式比赛的时候是输或是赢。
基本上希望情绪能够赶快恢复，让台湾的职棒比赛能够恢复到那么健康而欢乐的状态来，这样很想送兄弟一个东西，翁来，希望他们运气好一点。不过下面我们要介绍的就是一个出产很多翁来的地方，我们去看翁来吧。兄弟队希望也到有空到这个村子来吃一点翁来，看不会输那么惨。祝兄弟队健康起来。凤梨收完了之后，并不代表所有的工作就告一段落了，因为他们得立刻种新的苗，等待下一次的收成。我们讶异的问说：“不是水压压的啊，肥了个压压，伊就个生新的长出来。”他们说：“不啦，不安尼啦，要插新苗才可以啦。就像稻子啊，你割完之后还要重新插秧是一样的啦。”台湾念真情，甲大家来博感情。1996年6月中，我们穿越北回归线，来到热带的南台湾嘉义的民雄。到民雄其实有点假公济私，民雄是我父亲的故乡，对我来说只是想路过到松山村父亲的老家去看看吧。没想到中途当听到有人把广大的凤梨田当成是海边灌溉的林头时，就有点好气又好笑的下车取材了。下了车才知道这里叫三星村，267户人家，有80%以上都是靠种凤梨为生。原本这里种的都是麻的笋，后来因为凤梨的利润较高，村民才在30年前改种凤梨。我不禁想到，台凤的经营权争夺战是不是跟凤梨的价格再度上扬有关？或许不是吧，只是为土地价格吧。不过不管台风真的是什么，种凤梨的每天同样早起。南台湾的太阳特别毒，他们只好把工作时间分成两班，早班是清晨4点到8、9点，下午班是3点到5、6点，中间的时间是吃饭休息以及有时候研究一点名牌。凤梨是3年2收的作物，我们到了那一天正值采收期。这位曾经获得魔幻农民的陈宪兴先生告诉我们说，因为凤梨的品种很多，所以不同的品种敲起来声音不同，大约可以分为锅声够跟霸声够。采收之前必须先听声音判断它的成熟度，也就是说属于锅声够的品种必须听到有弹性的咚咚的声音才算成熟，而属于霸声够的则必须听到厚实的啪啪声才能摘。那天我们把自己的头跟大腿都拍红了，花了好多时间才稍稍了解这种学问。不过老实说，根据我们实地试验的结果，发现好像每一个凤梨的声音听起来都差不多。陈先生安慰我们说，没关系啦，你若不是在种啊，你做顾客就好啊，买到多吃到多就好啦。其实也不用陈先生说，我们早就在旁边吃得不亦乐乎了。或许是心理作用吧，觉得现摘的特别香甜，贪心的结果是每个人都吃到嘴巴破。摘下来的凤梨通常都会分批送到村子里面的共同运销厂，等待下午的大货车集中运往台北。不过所谓的运销厂其实只是一块搭了铁棚的水泥地，陈先生很放心的把一格一格的凤梨放下之后就走了。我们有一点小人之心的问他说：“你不怕被偷啊？”陈先生说：“有什么好偷的？啊，这样细节那么往来，
啊，规片场囥遐了，唔惊人偷摕，囥在遮要摕，要摕随在去摕啊，伊摕摕嘛袂了。不过想要偷采凤梨还真是不简单，因为凤梨的叶片又尖又硬，而且长得又密又实，走在田里一不小心就会被割伤。平常他们夏天的时候都会穿长袖的衣服，戴长袖的手套，穿长裤，外面再罩一条长的雨裤，把自己全身包得密不透风。不过穿得太多又会中暑，所以陈先生说每次夏天就好像洗衫温暖。他说电视上说你们城市里面很多人都在减肥，要不要过来穿穿这种衣服帮我们摘凤梨减肥。凤梨的叶片除了可以防止小偷之外，还有其他的用途。农人们通常会把它的果实周围的叶片绑起来，把凤梨裹在叶片中间，避免太阳直射，他们说这样凤梨才不会裂开。凤梨收完了之后，并不代表所有的工作就告一段落了，因为他们得立刻种新的苗，等待下一次的收成。我们讶异的问说：“哎、欸，啊，不是水压压的啊，肥了个压压，哎，又个伊又个生新的长出来。”他们说：“不啦，不安尼啦，要插新苗才可以啦，就像稻子啊，你割完之后还要重新插秧是一样的啦。”我们面对满田又尖又硬，看起来又很难以腐败的叶片，心里面想说：“你们完蛋了，这一大片叶子怎么处理？”没想到陈先生给了我们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他说：“我们要用犁头锯个犁犁就好啊。”在母田培育好的凤梨苗种进土里之后，上面还覆盖着一层黑色的塑胶布，每一颗凤梨苗就按着黑塑胶布上面的小洞，一个萝卜一个坑的种下去。种凤梨老爸上告诉我们说，种凤梨有一定的步骤和秘诀，是一挖二插三打，一挖二插三打，一挖二插三打。我们练起来倒觉得那是一种韵律跟节奏，这样节奏好像不仅是工作上的，生活上好像也是如此吧。我们看得入神，没想到欧巴桑却告诉我们说：“啊，您什么代志拢会使学吼，而且做事的代志千万唔好学。”临走的时候，他还叮咛我们一些女性的工作同仁说：“哎，您千万唔好叫我咧做事的啦，艰苦一世人。”但我们却感觉他话的背后其实还蛮满足的，因为不管怎么说，这几年的凤梨价格还真不错。下午四点，运货的卡车已经到了，农民们正忙着把采收了一天的凤梨装箱打包。陈先生说，普通大小的凤梨到台北大概卖八九十块吧，我们在旁边算了一下，20分钟之内大概打包了12箱，一箱6粒，一粒算80块好了，这样就有5760块了。而他的车上还有满满的一车凤梨，老实说，这使我们有一点点嫉妒起来。陈先生倒不讳言的说，其实现在一甲地一年可以赚60万，而今年的凤梨卖得尤其好。这时候我们才突然发现，三星村比起其他村子，年轻的农人似乎比较多。或许他们种的是凤梨，所以万事真的就往来吧。麻竹笋改种凤梨，凤梨之后有一天也许又因为市场的行情改变，他们也会改种另外一种东西吧。回程的时候，我们不禁想，有一天他们会不会跟台糖一样，在这片土地上
改种房子，然后什么就不必种了，会不会这样？也许我不该在最后面讲说这个地方以后就变会种房子，然后什么都不必种了。我记得回程的时候，工作人员在车上的时候最后讲说，不会种完房子之后他们可以种子孙。我觉得这句话有点限制级，不过话又讲话也是真的。我记得刚刚在问说凤梨一斤多少钱，一天可以卖出多少钱的时候，他们讲出来价钱让工作人员非常羡慕，一直觉得算了，大家去三星村种凤梨算了，可以过着这个采集冬梨下悠然见凤梨的那种生活吧。可是老实讲，讲归讲，你叫他放弃他也不可能。不过三星村这一趟给我一个很重要的感觉，就是当我们走到台湾的很多乡村的时候，有一个共同的症状吧，就是从事某一个行业的人都希望他的子孙不要再做这个了。那偶尔人说不要了吧，跟他说那蘑菇来家炒蚵啊，蘑菇偷害，经常来讲啊，莫阮这台正经的话，下一台看免去免去艰苦。只有三星村的人认为说种凤梨还不错啦，而且少年来回来吼，啊，打拼几年啊吼，通八万万啊，一两百万啊吼，啊，通啊用啊真久啊，还使娶某啊吼，啊，会使做安怎物件？让我觉得在三星村好像看到少数的台湾的一些奇迹吧。可以这样讲嘛？奇迹就像很多人问我说：“啊，你写剧本或者拍电影，你儿子大概以后会继承你的衣钵去写剧本或者拍电影吧？”我说：“如果这样，我早就把他掐死了。”不过，就像我刚刚讲的，因为三星村住的是翁来吧，也许是翁来，所以给他们带来很多运气。那天午后。当我们听到浴室传来陈先生那种深情款款、缠绵悱恻的歌声，而且看着他拿着莲蓬头当麦克风练唱的时候，真是大吃一惊。后来当我们知道他是一边替芽菜浇水一边唱歌给他们听，而且相信并且证明植物在这样的歌声的抚慰下可以加速生长的时候，我们全傻在一边，宣布阵亡。Honda Civic 与您一起体验生活新事业。1992年8月14日，我们把车停在高速公路上，静静地看着高速公路。第一次，我们这么认真地看着种在分隔岛上，还有两片坡地上的各种植物，因为这些植物跟今天我们所要见的人有关。当我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正好有人开门出来，工作人员一眼认定就是他。他一定就是绿色人陈正胜先生。工作人员写某个广告的语气说，现在这样好认的人已经不多了。陈正胜先生的确非常好认，绿色的长裤，绿色的上衣，绿色的鞋子，手上摘的是绿色的番薯叶，当然还戴着一顶绿色的帽子。在水土保持局工作的陈先生，工作上注定是跟绿色难舍难分，而生活上跟绿色的结缘，是十几年前，因为他听到一个故事。故事是说，早期的伦敦大桥是灰色的，所以很多失意的人常常散步到那里之后，走着走着就跳下去自杀了。后来，伦敦大桥改漆成绿色之后，不少人看到绿色就回头了。于是从那时候起，陈先生除了工作之外，
更下定决心让生活完全绿化。所以他的家里面除了墙壁的颜色之外，包括窗帘、床单、被套、茶杯、锅碗瓢盆、食衣住行各方面全面绿化，屋里屋外更种满了绿色植物，随时招蜂引蝶。而且他说家里从此不必用冷气，绿色成了他十几年来工作或生活上的信仰。至于政治上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倒没有问，而且我想一点也不重要吧。那天午后，当我们听到医师传来陈先生那种深情款款、缠绵悱恻的歌声，而且看着他拿着莲蓬头当麦克风练唱的时候，真是大吃一惊。后来当我们知道他是一边替芽菜浇水一边唱歌给他们听，而且相信并且证明植物在这样的歌声的抚慰下可以加速生长的时候，我们全傻在一边，宣布阵亡。唯一一个清醒的工作人员有点不敢相信，而且有点不敬地说：喂，那些芽菜会不会是被吓大的？这样穿着的时候，要买东西在早期啊很难买，那个要买一件，这个衬衫哈，就找了很久很久，所以，我的女儿她为了要给我啊，要买给我做一个生日礼物啊，她就找遍了大百货公司才找到一件那个有一种丝质的那种啊、这种衬衫，那所以呢。我就把它穿的哈，这个领子都坏掉了，都换过来还在穿，因为当时是很难找，那现在是很多了。现在衣服就有时候。到朋友家去，因为我不是说我们这个常常去看朋友哈，所以呢，有些他们的家人不认识我。我去找朋友的时候，结果他们的家人开门的时候，哎，是要印章吗？结果我说我要找老李呀、啊。哦，老李还在楼上，在楼上。人的习俗较不爱人戴青帽啊，安尼啦吼。我是建议讲吼，伊上好是去做这个服装设计师开哈，因为咱目前的趋向吼，伫咱这个台湾这边目前这两年，咱这个绿色，包括车，包括服装，对这个绿色方面哦，拢推展了拢袂歹。因为我是感觉讲安尼是较适合。父亲那时候刚宣导绿化的时候，他的一身绿色打扮哈，实在很不适应啊。因为哈，在从我求学的时候，我爸爸在电视上宣导绿化的时候，我同学哈第二天就会跟我说：“哎，陈文祥，陈文祥，我跟你讲啊哈，我昨天在电视上看到你爸爸戴绿帽子，哎，他常常跟我强调戴绿帽子，哎，那我听我就不以为然，我就很受不了，说那你想戴吗？”然后到踏入社会的时候哈。然后我爸爸那时候我在台北工作嘛，那我
我爸有时候会去看我说哈，他会穿的绿色淡绿色的那种皮鞋，那这种淡绿色皮鞋毕竟我都也没有看过人家穿过，然后同事也没看过，所以说我爸离开的时候，我们同事就跟我说，哎，陈慧祥，你爸怎么那么新潮啊，怎么穿的绿色的皮鞋啊，啊，我就说对啊，我爸是走在时代的尖端的，您可以跟着来。以前啊，以前是比较喜欢那个白色方面的，哎，现在从我的穿着就可以看得出来。被认为是邮差也好，希望他是服装设计师也好，有人笑他戴绿帽子也好，或者小孙子叫他是忍者龟爷爷也好，陈先生听着好像都蛮喜欢的。他说至少人家都知道我跟绿色有关嘛，想到我就想到绿色啊，这不就是我的目的吗？1966年，他在南投宜慈乡大雁地区建立了台湾第一个综合水土保持处理区，后来成为台湾政府推动水土保持的典范。1975年到1983年，为台湾第一条高速公路做了绿化跟美化工作。陈振胜先生真是从内到外表里一致的绿化人。女儿送给他的绿色衬衫，虽然有一天会穿破，不过绿化的观念倒是历久弥新。陈先生不仅这样相信，而且身体力行。就像陈先生的儿子所说的，他说爸爸是走在时代尖端的人，你可以跟着来，用你自己的方式跟着来。如果颜色这种东西在台湾不会变成那么被意识形态化的话，我觉得陈先生是我看过的所有人里面觉得最有趣的一个人。我觉得在台湾找到一个要找到一个很有原则的人就不容易了，要找到一个很有原则而且永远相信他的原则的人，我觉得真是少见。我觉得这个过程就让我充满乐趣。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说他竟然相信他唱歌给植物听，植物会长得特别好，这不打紧。他竟然相信蚂蚁可以跟他沟通，他竟然相信一个砧板上的蚂蚁，他不愿意把它弄死，所以他跟他讲说：“你再不走，我会生气喽。”他觉得真的，而且事实证明，蚂蚁好像听懂他的话，真的会走了，真的会走掉。而且，也许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学习这样的相信。我好想到什么国民大会啦，或是某个十字路口啦，然后你不必动武，你就轻轻地站在红绿灯底下，或是站在国民大会外面讲说，你们要好好干哦，不然我真的会生气哦，你们不好好干，你们赶快回去哦，你赶快闪掉，要不然我真的会生气哦，你们不守交通规则的话，我真的会很生气哦，然后所有人都会慢慢地走上正轨。可是觉得树唱歌给他听，他会听，蚂蚁骂他，他会懂。人其实最糟糕就是骂好像没有用，而且有些人越骂他，他越出名，这是蛮惨的一件事。关心土地，关心人，台湾省政府有心更有心。那时候我翕相，我看这我停伫遐，我算好哦，今仔停一只，明仔载会载。你食也袂来，我就先去卫生平根，阿皮嘞，啊，就算好食了，喂了了，就底下个在等。啊，当时阿鸟吼，唔是停伫你头前，还停伫你头顶。啊，所以你底下等，啊，规班就等底下，讲等，希望可以停伫头前，结果拢爱停伫头后边。这是作祟啦！台湾念真情，甲大家来博感情。也许自己在从事那种电影工作或是文艺，以前呐、啊，我是说以前还创作，还有一些文艺方面的创作工作这样，所以认识很多朋友，大部分都是电影界或是文艺界的朋友。文艺界的朋友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
啊，普遍的跟现在人比起来是贫穷，所以他们娱乐方式都比较廉价。比如我朋友都比较流行什么打禅期啊，当然也有人去弘扬佛学的。我一个比较朋一个朋友是非常奇特的，就是几年来我们常常忘记他的名字，都要先想一下，才知道他的名字，因为我们通常叫他鸟人，因为以看鸟闻名。今天鸟人飞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来了，刘克湘先生。发现你有插翅，你有没有插翅膀来？不啦。最近因为很多人哦，就是很流行去看鸟嘛，大概是因为台湾就是这样，就是鸟少了，大家就开始珍惜。台湾就是这个优点的，就是什么东西发现没有，就开始去找这样子。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会想去看鸟的？你拍那个棒球，棒棒球，你捌讲过？少年少年时，国小是阮遐较无，九分大人啊，恁九分的时，恁山顶无啊？是啊，一讲的拢找无。我住台中啊。啊，大台中，我是金融少棒的那一代的选手。哦，真的假的？我是啊，是没有当选，自己那一代还没有当选。没有当选是一回事，就是说没有当选，是因为我爸爸是国小老师。哦，那时候去选金融第一代的时候，我也去选。我是左撇子。没有被选上。因为我在投球的时候，我爸国小老师讲，刘克湘，来。来啊，我。下来有什么事情？回去做功课。上课。足奇怪啊！我如果乖乖呢？是。好了，别等你了。如果那时候没有去的话，我可能搞不好就去打棒球。现在就直棒了。但是这个教有足侪玩的，足多玩的。因为在之前哦，我那时候开始迷棒球的时候，因为红叶开始迷棒球。我刚刚讲我是左撇子，那左撇子的铁棒球手套哦，因为以前的棒球哦，那在硬式球夸伊那个天啊，他手套拢是右手。东西设计有那个右手的人，这左戴在左手的。我左撇子，我那手炮，我的细债，当做一债安尼，插落伊个大拇指，啊，叫细债，我用一个债去。我安尼接，我练到够足厉害的。但是我阵国小人较细汉，较细汉的时候，迄阵拍棒球的时候，我通常都是因为较细汉，你得拍伊个，因为你左撇子不太会接球，弄开掉些右外野。右外就是那个有一个散文家杨牧常常写右外野，右外野就是那种没事就躺在草地上，然后看天空。好，那没事就左外野，球不太打去，没可能打架，拢打伊个左外野嘛。啊，中间人，他说打到底下徛，我已经徛了。后来我才想起来说，我咧徛时吼，迄个以前弄迄个边后一场球啊，也叫做尤加利树。咱即马可能有囡仔蛮多啦，尤加利树。尤加利树一直叫做帮他球啊，现在接种迄个尤加利树。因为迄阵日本人来的时吼，行帮他加，听讲这种球啊呢，分泌一种味道。对对对，是百分之。啊，有这种球啊，而且讲这球啊，跟我的关系，因为跟鸟有关系。因为咱咧迄阵咧，伫中南部咧拍咧棒球的时吼，你中岛都爱走出去啊，去抢迄个球场。因为你若抢无，你就输去啊。当时啊是讲你比赛输了，你就收费嘿。这個球场够好赢，人直拍。定下中岛去就拍到下晡咧。我伫右外的时吼，我定下伫遐徛。足味，大概为中岛拍到下晡啦。啊，味的时候，因为我是有海没有事做，我坐在那等，那我就那个树我就等看看。啊，有时候呢，突然发现，那个树会叫，到下晡时就咕咕咕，我感觉奇怪咧，就看，一直看，看久的时候，有一天就看到天空，鸟飞来，停在那，我看到斑鸠。斑鸠。斑鸠，咱一直拢拍来我，进来叫我，那时代。诶，叫做朱锦椒啦，即马咱拢讲商量叫朱锦椒。我感觉放假声较好听。啊，伊个叫迄声，伊拢通常是黄昏的时阵叫。我听到迄声，我知啊死啊，是啥？伊叫是拢个暗时下晡的时阵就开始叫。啊，你又知影，我妈妈就出来。哎，阿翔啊，你等下搁在遐拍球啊，阿爸阿爸无回来。听着听意思，我想要回家了。我讲啊死啊死啊，都不用拍了。迄个印象吼，我想迄是可能我。第一个对鸟有迄个感情，但迄感情是无会讲，啊，即啥钓就是讲啊，我来得去。迄是我做迄个了后，从可能迄个印象，我最近我咧回忆讲，我先来看鸟时，我慢慢的会对这个东西哈，这个尤加利树上面那只鸟跟打棒球这东西，联想成变作我童年的启蒙赏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这样。啊！你退伍了，但是了外久？你在上班了，再搁继续过去，去看鸟。我退伍了，第一个就是买望远镜。哦，就看出兴趣来啊！都走去大肚溪口，走去迄个古关，容易看鸟。穿迷彩装，
戴迷彩帽，嗯，我要就是不惊扰他这样、海军陆战队的一种打扮，嗯，还带个圆锹，嗯，圆锹中啊，一阵我翕相，嗯，啊，看鸟我停伫遐，我算好哦，今仔停伫遮，明仔会载，你鸟未来，我就先去喂产品根，嗯，啊咪嘞。嗯，阿弥勒在准备去了。嗯，您海军刚有经受过这个训练？我海军陆战队受训的呀。好，我足倒霉，我去海军陆战队受训，然后又抽到海军两支号，又跟我做兵起来足水。对啊，海陆两栖，对不对？无你后边我伞兵跟去教啊。啊，伞兵跟微信哦，啊，就生活教的，喂的料都底下个在蛋。嗯，啊，当时阿教吼，不是停伫去头前，停伫去头顶，啊，所以底下蛋。规帮就等伫遐咧，讲等伊帮我停伫头前，结果拢甲停伫头后壁，啊，这是作衰啦！啊，第二个衰就讲，伊停伫头前超过五十公尺，嗯，啊，因为迄个咧，我去到处去讲追焦，嗯，伊也伫停伫五十公尺的时吼，你就爱去匍匐前进啦。恁做陆军，你明白啊？啊，这匍匐前进的时，规个骨拢弹落落，啊，弹落落是来，你弹落落不要紧，你一定要翕得到伊啊，无翕到你个别个伊规个骨拢弹去啊。嗯，我说迄阵看焦是足艰苦的代志，嗯，啊。包括不只是这个啊，包括说，迄阵迄个，因为迄阵看遮，然后人讲你看遮，那是讲你伫都拢伫厝内看迄什么，画眉啦，啊无迄种饲个杂志梅啦，有迄阵足侪人饲杂志梅趁钱。啊，那有人讲去走去海边，我穿一个陆战队服去，那一定是走私啊、毁谍啊这一类。还是不用聊。有啊，迄阵弄来聊去，啊聊去就讲，甲你抽底片啊啥，啊打电话去问，我海阵搞过一个什么台中鸟会的会员证。啊，人就会甲你调查哦，你是咧创啥创啥呢？嗯，哦，啊，伊阵我约我的口袋瓜抽出来笔记本，嗯，因为我那时候有一个很好的习惯，我看到鸟都写几月几号，今天晴朗天气，然后我看到什么，我还会画地图。嗯，哦，啊，这块我会显然匪谍，看你啷个忘记啊？就是我那阵哦，看这些字，常常被人家这样误解。嗯，啊，另外一种误解是来自于那个朋友，周遭朋友，嗯，因为你是。迄、那个年代你看鸟啊吼，然后迄个较拍高，我就很快。因为那时候看鸟人不是美国人，啊，不然就是大学教授，就是有钱的商人。嗯，所以我拿个望远镜的时候，人家哦，你这个是有钱阶级，有钱阶级，跟打高尔夫球一样，所以才能够出去外面看鸟。嗯，啊，林先生啊，哎呀，所以我去关渡沼泽区，我第一届去关渡沼泽区，1983年去的时候。嗯，我去遐的时候，哇，大家拢感觉奇怪，那有，讲这种人提着望远镜啊，底下咧看鸟啊。啊，我迄阵去遐拢挑倒来去吼，拢个还带一个小刀子，去遐挂迄鸟人啊，迄阵拢咧掠，伫关渡拢咧掠鸟啊，啊去遐停时，我倒来停下时，拢噗，拢唔敢准着，然后看到四下无人，我就紧来挂来紧来走，而且网啊高夹着对啊，有人我都朋友都挂了，要走袂去，徛喺卡拉家，去用脚着，个弹落迄个鸡笼，迄鸡笼落去，啊人看到你啊，个车门都弹落去。不要死啊！对啦，无啦都甲修理就对啦，麻烦我弄死啊！但是迄阵做商鸟的时候，讲讲过，被误解啦，要被追打，那现在变成现在是可能是在你们的股东之下，起码人较侪，较侪人去看。哇，怎么到处都是商鸟啊？商鸟都实在是变成一个。且我有点怀疑，讲哎，商鸟上到尾啊，会鸟后尾惊死，看人啊，唔敢落来。那时候我去1983年去关渡的时候，就是讲哦，我是一个热情的年轻人，我有理想，浪漫理想，我要把关渡写成一本书。我早几年，我打钢顶下，第二年关渡都往往就无去啊，无鸟过来啊。哦，那时候觉得很不好意思呢，他都觉得自己很愧疚，哦，就我从此不报道。那很多人是啊，我知道一个好地方，我不要告诉人家。有一次就是报道那个大肚溪口，那边有很多鸟，我是，中南部的关渡，一报道下去，整个就完蛋掉。啊，个真的是上出名的是黑面琵鹭哦，喇叭啊，哎，喇叭啊，对，起码这里全世界300多只里面200多只在征服机构。那时候看到的时候，第一个写是我，那我写的时候，我自己就有一个压力，因为我准备这关渡的经验哦，我就碰到一个问题说，我到底要不要写出来？我那时候要在报纸媒体发表的时候，因为我下出来，可能面临一个结果，就是说一堆人去，然后全部完蛋掉，可是不写呢，在工那个重工业区，那个那时候几个财团就在那边盖那个，把那个地方全部弄成够重工业区，所以他一定要完掉，也弄也赶快补的。啊，既然早死晚死都一定要死，那就赌看看。啊，一种关渡一种是失败的经验哦，那个失败经验让我有一个很大的教训。后我被救在黑面皮肤那救，我们写文章，
一边写文章，然后一边发动所有小朋友来救，然后写信给国外团体，请国外团体写很多英文信去给郝柏村跟李登辉，哦，这就好哎，这样，嘿，我不知道那时候发生什么事，反正那时候郝柏村啊，或是李登辉，他们都收到很多外国的英文团体的信，我吓到啊，这什么团体？那台湾的人，哎，看到哎国外的那种什么生态团体是英文字的，都会很害怕。所以我记得那时候郝柏村还特别跑去看黑面，看黑面披露。我想他大概是第一次看鸟。哦，那他一看，当然大家都很紧张啊。什么是黑面披露？全结果就在说全。不仅是台湾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这个鸟，哦，那我们就把这个鸟暂时保存下来。可是将来会不会保存下来？将来讲，因为基本上还在争执。对，因为很多人很希望把那个土地卖掉，这样。所以这个问题还是悬在那里，它还是会不会留下来是个问号。讲不下去的问题，美工，在这么多年的赏鸟过程来，对你认为你自己得到最大的乐趣是什么？想去到水上，阿伯经常谈阿伯说啊，最大乐趣是什么？最大乐趣啊。看家是在看家己啊，看家己讲，你其实好像望远镜里面看到的是一只鸟哈，它的生态习性行为，我感觉是看到我，看到我安怎伫这个社会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或是怎样的生活态度，因为从我感觉认命是讲，我是一个城市人，我的看鸟是一种，我寻找过一种比较简单的生活，在城市过比较快乐简单，我比较。那这边常常流行所谓的束缚生活，但是有一群人哦，你让你80年代跨流光在城市那生态路啊都破坏环保作贼问题，那有一些人就跑到花莲野鸟去住了，那我们知道有一些作家或者一些很奇怪的人都跑去那边住，他们是选择的是一种他们对城市已经比较放弃了，所以到那里，那我是对城市还有一点点希望，所以我看鸟其实代表我对城市还有一点希望，我说我继续看下去，这是我家己的看法，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观念，可是花莲跟朋友跟台东的朋友是跟我们讲，跟你看鸟一样，他说你们不要通通来了，不要来污染我们了，对，这样子，这是蛮凄惨的，哪天跟你一起去看鸟，好，我没有时间看，所以我都是放鸟，不过我们家丽秀也很多，你呀，好几张球，哦，够多，一大堆，好，我要炸死，在洗啊，放鸟其实从家里窗口就可以看到，对啊对啊，看到很多，哦，谢谢，拜。台湾念真情，甲大家来博感情。请不要用你那种平凡的眼光看我。我并不是你所想象的那种平凡的鸟，我们出生于士林官邸，所以从小就学会了一个领袖人物的嫌疑，你看我这种 pose 像不像穿着斗篷的老总统？黄昏我也习惯跟老伴在花园散步，我爱梅花，他爱玫瑰，我们唯一的遗憾是一辈子只能在花园过瘾，我们不会飞，因为伟人怕被偷窥，还有我们习惯的叫声是万岁万万岁万岁万万岁，不过现在一切都只能在梦中回味。我常常觉得这几只鸟的祖先大概是全台湾最嚣张的一种动物，不过几度到欧洲去玩，我以前第一次去的时候发现很多欧洲的那种挂在路边的放在路边的一些铜像，不管你什么大帝啊，不管你什么国王，不管你什么勇士，头上都一堆白白的东西，我一直以为是这是一种什么特殊的祭祀典礼，是啊，故意放一些油漆在他们身上，可是有一次不是，我坐在那边吃东西，我发现哦，原来是一大堆鸽子或是鸟站在那些伟人的头上大便。那时候觉得，第一个感觉是，对不起，我以后绝对不当伟人，因为伟人最后的下场是被塑成铜像，然后站在街头上吹风、刮风吹，那种淋雨不打紧，还要让鸟在头上大便。我有个朋友跟我讲说，你要知道，当一个伟人的头上还有鸟肯停在他头上大便的时候，代表这个伟人还蛮和蔼可亲的。
后来有一天不晓得怎么回来台湾，看到很多铜像的时候，非常注意的去看一下。真的耶，我们的伟人的铜像上面都是干干净净的，没有鸟的大便。不晓得是他们太威严了，还是太不和蔼可亲。所以后来现在我决定了，不管怎样，我是不是成为一个伟人，我希望我的后代能够帮我弄一个石膏像就好，放在我家庭院里面，我们来试试看，看鸟会不会停在我的头上大便。这样我的朋友或是我的下一代就应该知道我到底是不是非常和蔼可亲。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多鸟，真的各种鸟都会来，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蛮和蔼可亲的，你们说是不是？应该是吧。制作人有意见的，我们制作人如果弄成铜像放在街上，100年大概是还是蛮干净的。